下眼镜，穿上格纹西装，台南市议员谢龙介一秒从大叔变型男。本来是从小以前看布袋戏，那我心目中的英雄就是史艳文，就是说他是一个忍到忍无可忍的时候，就会使出他的损阳将。接受时尚杂志专访，谢龙介难得很瞎趴，对着镜头微笑，配合各种姿势。但他说，一开始看到这个造型，吓都吓死了。我从来没有穿过那样的造型，我就觉得太过时髦了，好像不像本来的我了。我看那个造型哦，如果这样常年要维持那个造型，可能要花很多时装。不止谢龙介大变身，还有他也让网友惊艳。曾经有跟我妈讲过，我想要当电梯小姐，然后妈妈差点昏倒，因为觉得电梯小姐帽子圆圆，然后穿得很漂亮、很可爱，而且声音很好听。新科市议员林亮君放下平常的高马尾，吹成了浪漫波浪头，看起来超级不一样。进来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摔跤手进场，他说：“你们现在都给我注意了哈，我等一下讲的话你们给我听好。”像这样的一个感觉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很喜欢看恐龙的书。会幻想自己以后会变成去把恐龙挖出来的人。瓜吉和苗博雅也换上超级英雄打扮，看起来十分帅气。议员化身时尚咖，少了点严肃，多了点轻松趣味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